很长很长的路这样开过来，是不是太好看了？ Cheers， 干杯！Dodo Hotel 呢，这个环境呢有很大的大自然之外呢，还有这么多很棒很棒的美食，你看超级超级丰盛的。来这边呢还可以 barbecue 之外呢，也有这些 cheese 啊、蔬菜啊、肉啊，就超多超多。而且你看这些酒杯是不是太好看了？ Cheers， 干杯。どうぞ。イエーイ、いただきます。うん。里面前面啊，有没有看到大海？然后这样直直直直的开过去，完全是这一条就是你的一条路了。你的路真的很好玩呢，而且就是这样子可以享受风的感觉，然后这样子小小可爱的吉普车，真的是太适合 Okinawa 了，太好玩了。开动了，今天也是 barbecue。 昨天的晚上是在饭店的顶楼，可以享受很漂亮的天空，然后就看个流星，听海浪的声音。那今天的话呢，我们是有野餐的感觉。你看其实吃的东西也是都不一样的，今天呢有很多的海鲜。重点这些所有的美食拍照会很好看，这些拍照留下来就会记录，就是我们什么时候要去了冲绳啊，冲绳的ヤンバル做了 barbecue， 都会是一个很棒很棒的回忆。那我要开始拍照了，不客气哦。